影帝发哥周润发呢日现身养和医院，原来是陪周妈妈入院做身体检查啫，健康的发哥就当然冇事啦。九十几岁啦，咁啊，唔会食几样咯？食几样？佢唔出得下街嘛？但系食嘢就唔使戒口。佢而家唔使噶啦，咩都打烂晒咁，即系后食入噶啦。哦。咁啊，睇佢喂翻古仔咪就。咩陪下佢啫？呢啲老人家好精明噶啦，想佢点啊，大佬？靓女嚟啦，靓到不得了啊！趕住叫我走啊！見發哥行山同粉絲自拍就睇得多，但好似好耐冇見到發哥有新作品啦。而家啲即係鍛鍊身體咯。爬山。日日喺度鍛鍊自己身體，希望鍛鍊到個身體之後，接新嘅工作。有冇話最快幾時開工啊？我諗。出年下个月出年啦，大哥。我想转行啊！转做咩啊？做运动员啊！哦，你有足够资格咧，去 train 啲系啊，系啊，我谂住考个教练牌，就以后教人哋行山啊，行山得啦，得啊，我报名。大把学生，呢个演艺界都已经有啲识名啦，我自己咋。